封闭了。哇，前面那个是什么图啊？大颗石头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啊，你站这里，转过来，解说，你解说给妈妈听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你会不会解说？哈？那个不是坐的，那是楼梯而已。坐的有那么脏吗？你说什么？那个是真的图，那个是板块啊，他在跟你介绍板块啊。我们去看看，你带我去，走。板啊，是都坏掉了，是很可怕。那就是地震啊！老师有教你们地震来要怎么转啊？躲在桌子底下、哦。来，过来这里了。多少？三，再来，大力一点，越来越小力。好了啦，等一下，多少？三，换妈妈，换妈妈，妈妈怎么会是零？哦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再一次，你是二而已，哎，走吧，会有回音哦，不然进去，是不是有声音？我有回音，对不对？你带我们去，快点！前面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什么？台湾吗？那个是不是台湾？啊？他在模拟地震啊！哦，哪里亮亮？哪里？哪里有变？啊，前面两个呢？这个是哪里有变？还有一个咧，还有一个你还没按。最前面有一个，有一颗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哪一个在动？有没有东西在动？有没有东西在动啊？他走到零会怎样？会不会跑东西跑出来嘞？你看哦，他走到零了没？哦，快到零了，快爆炸了！哦，换哪里在动？好，我按。他说按着不要放。好，你要不要按看看？按着不要放哦。你会，你是不是会？然后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，啊，也是一样，按着不要放。不是，刚刚那个，对，换另外一颗，然后按着不要放哦。是不是更高了？有没有？
爸爸来了不是跳舞给他看呢，是表演给他看呢。你去按一刻给爸爸看看，往前压五秒，对，压着，对对对，它会动哦。你拉得动啊？好了，走吧。学那个跑道怎么变这样？对啊，不能上去哦。你有看到房子吗？是在走秀啊，还是在跳舞？你看教室变得好可怕，你有看到吗？地震啊！所以地震来的话，要保护哪里？保护头，对不对？头最重要了。小姐，这样很舒服，是不是？走两步就这样。我们在教室里面呢，你看那个柱子，钢筋都外露了，对不对？又来了，这位小公主，你只要有柱子就都这样。蜜蜂来了。鱼会不会跑走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时间到了啦。我在讨厌宝宝，不是说不用碰啊。不要，这个样，样，这个样，这个样，这个样。啊，来不及了。不要，不要。时间到。啊，抱住我，你要抱住我，这样抱住我。直下，直下，抱住我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怎么没有抱住头？